歌手踢法。打扰他们这个对啊，不要打扰他觅食啊，觅食对，哎呦喂，这个是一个弱肉强食的生态链，在球场上会不会有这样的一个问题？也会。这球在左半边方向，要来看一下界内还接哇，这个球界内了，界内，弗莱西的 solo home run。让中信兄弟现在第二分进账了，是一把洋葱蛋，这球留在了界内啊、哦！这是一发 solo home run， 那这也是弗莱西呢在今年赛季的第五号全垒打，这个单子变化球。就知道出去了，很直接的反应了。是，哇！不过最后那一个落点，这个小球迷的头是不是有被打到？希望没事啊。好像关心一下。是，是有洋炮的味道。嗯。哦。这一球在中间方向也咬到满扎实，满双响炮跳，没有。今天吃了大力丸哦！哇，403英尺，算是刚好过墙。王建民上来的第一颗球，我很肯定他是洋炮。对，他是洋将。今天他是，哇，弗莱西在今年赛季的第六轰啊！哇哦！我把它当作明星赛的全垒打大赛在打。哇，今天两。吃的 solo home run， 走线了。哇，竟然也是给予掌声鼓励啊，又让这个比分继续的追进。是，这一球击出去在右半边，有点不太妙。真的，直接轰出去了，不太妙。哇，这是一发全垒打三分炮。破了你两个，还有一关要过。对，一拳直接不客气了，直接扛出去了。哇，第六棒林一拳，这是一发三分打点的全垒打，今年赛季的第二轰，417英尺。这还没有说到呢，林一拳在自家的主场68号，当时再见安打一棒的功臣。问题也出来啊，刚才有提到过，他今天的速球比较会不会跑。然后你看林权这颗球一个速球啊，如果持续用那个变速球的话，或许会有不错的一个效果在。可是头部之间的配球就是这个样子，想用一些速差的一个混淆啊，可是这个速球跑到红中来。